级汽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。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。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。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。是暴龙装甲车。酷宝，快跑呀。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，不许你伤害大家。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，糟糕。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速掉进去，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成功了，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奇怪。
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哦，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城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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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沙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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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。是变干净，大家辛苦了。大嘴贪吃车，阿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。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
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，跳跳车库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。我们分不清。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互换工作。啊，好无聊呀！每天都在不停的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带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。好了，班班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妮娜。班班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。贝勒
胖虎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猪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猪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大大轮子弹啊弹，顶着箱子去送货，这份工作交给我。妮娜加油！大箱子，农场的；小箱子，超市的；黄色袋子，兔奶奶的。是啊，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我是跳跳出租车，不送货物送乘客，乘客乘客要去哪？放心，马上就到达。我是巨无霸大货车，肚子大大能装货，跑到东来跑到西，送货从来不犯错。是渴望，不要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呐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为了虎，开心虎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
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丽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一定是阿丽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丽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丽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心！呼噜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浪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嗯，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想梦想，咩咩咩，青草香香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！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酷宝能帮上你的忙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最
要防备。来了来了，挖掘机，强壮又坚硬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我来消灭仙人掌。搞定！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，真不容易呀！哦，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，恭喜你们任务成功！奇怪的狂风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！小心！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。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大力神轿车，阿力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！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。大大公子摔呀摔，别怕，我会抓住你。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，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我全接到。救命！来了，大翅膀扇呀扇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。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，挥铲子。
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，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，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做得好。困难，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，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电量消失之谜，想看看我的新发明吗？
就是它，超级磁能车，它能把贝勒小镇的电量全部偷光。没有了电，超级汽车们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去吧，我的超级磁能车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红绿灯怎么不亮了？汽车们怎么都无精打采呢？巴斯，快醒醒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快开门，我要去买菜。今天真是奇怪的一天。嘿，小心，这儿可不是睡觉的地方。这辆汽车我怎么没见过？朋友，让我看看你的行驶证。停下，快停下。我的电池怎么突然没电了？好困啊！我现在知道大家都犯困的原因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你怎么了？一辆偷电车正在到处偷电，所有的汽车都没电了。幸好我们这有很多备用电池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电池，我们就能去抓住可恶的偷电车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巨无霸弹簧车斑斑，大力神跳车玛丽，雷克警长，我们来了。超级汽车出动，汽车汽车都在睡觉，停在原地动不了。汽车汽车需要充电，恢复能量精神好。大家都醒了，是时候去抓捕了。跟我来。第五第五拉响警报，发现目标别想逃。伸长手臂紧紧勾住，保持距离别靠近。别靠近，谢谢你阿丽。赶紧小心，他好像快没电了，是时候反击了，别让他再偷电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躲开别过来。汽车汽车有危险，快快加速藏起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晃晃悠悠停下来。点亮点亮滴滴滴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我怎么又失败了？章鱼车来袭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
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嗯，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哈哈哈。哦，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，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哈哈哈哈，咕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，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驶出大网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掰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。哦，还是树下凉快。啊，毛毛虫！哦，原来雷克警长害怕毛毛虫，这真是一个大新闻。妮娜，快把照片给我。不行，雷克警长，我最近在做新闻记者，这可是宝贵的新闻素材。你可以找找其他的新闻呀，比如，贝乐虎和开心虎研发出了新的飞行轮胎。不够劲爆。旋风比赛又得了冠军。不够惊喜。那瑞
最薄的超级魔术秀怎么样？我今天又学了一个新魔术哦，你们看。瑞博的魔术表演是不错，但这根本算不上新闻。你们想找新闻，那就去调查黑暗隐身车吧。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啊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她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，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。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嗡嗡在哪里？哦，怎么找不到？咦，那是什么？蠢笨蠢笨过来了，快躲开别受伤。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别想跑，嗡嗡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。追呀追呀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。咚咚快停下，咕噜咕噜快停下，嗡嗡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它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猴子大搬家。嗨，猴子先生，猴子太太，是你们叫的出租车吗？是的，妮娜，你可真准时。听说你们要搬家，快上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些行李。没问题。太重了。抱歉，我们的行李确实有点多，这里还有20个。啊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因为还有我们呀。我们是个大家庭。我需要帮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怎么了？
猴子先生要搬家，我需要帮助。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行李，而且袁叔也……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搞定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巨无霸破车，搬搬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十只猴子今天准备要搬家，搬家。猴子太多，行李太多，坐不下。超载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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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超级汽车帮助猴子来搬家，搬家。大的小的行李全部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的肚子大大全都能装下，真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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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装进去，关上车门吃得饱饱像大哥。乘客们快上车吧，猴子爷爷猴子奶奶先上车。好的。猴子爸爸猴子妈妈也上车。来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猴子宝宝快上车，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出发。我来带路，搬到新家去。路口转弯遇见一个红绿灯，停一停。穿过大街来到一条小河边，变景点。围着美丽花园转了一个大圈圈，加速转转车轮，马上到终点。到了。全都搬完啦！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嗨，我们也要搬家。没问题。